这样一直弄弄弄回去。每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都跟明丽姐做完了整个的录播以后呢，因为晚上九点要直播嘛，我都要用电话跟她确认一下刚刚录的声音画面 OK 不 OK。OK 完了以后，你看，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直播场景，这个直播场景的所有的就在这。我每天放一只象，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谢谢一个资深媒体好朋友，他告诉我做事情要坚强如象，所以常常碰到挫折，尤其做直播，挫折非常大，都告诉自己要坚强如象。要相信你心目中的给你最大的力量，你才能 一路走来。除了这些我们的灯光设备之外，来看看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其实本来就只有这样的画面，大家很熟悉的。可是我已经开始，因为明天整个场景要改变，首先我们添购了新的东西器材，你就知道有好朋友要进到现场了，有好朋友要进到现场了，所以为了他，我们今天可能就不没有这样的字画了，就变成这样的场景。可这样的场景也不行完全满足，等一下要开始去采购，所以明天的客人坐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成为另外一个跟大家又说又唱的另外一个单元，不见得会在台湾播出，但是至少代表我们的节目向前跨进一步了。明天看场景是怎么样，好不好？谢谢大家收看，谢谢，明天见。今天就是11月11号，隔了一天以后到现场跟您见面的是陈凯伦，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凯伦新 talk， 陪你，轮我来陪你哈。看到这个坚强如象，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因为今天11月11号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长尾巴的日子。宝宝今天因为宋伟大哥、我的同学还有华少，大家加入小杰，你看整个场景完全不一样，它有景深了，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我们本来所有的陈设以后早上已经开始要做一遍直播的时候全部推翻重新开始，这就是真的尊重专业。讲到了专业，我就想到了马上让大家看一段。你知道我接到一个通告，是我的同学赵永新小姐，她找我去拍戏，我好怕拍戏哦，因为我已经离开拍戏40年了，我不想碰那个工作，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条件放在哪最合适。永新说来一天就好，真的一天演个爸爸，就是你这个爸爸，那就给了一个脚本，我把脚本浓缩了一下。可是当前一天我一打开脚本一看，诶，刚好陪我来下棋呀，我跟我女儿讲话。但接下来说很简单，马走日，象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士走斜线，护将边，小卒一去不回返。天哪，这什么台词啊，我根本搞不懂哎。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去拍戏，我没玩过什么象棋啊。直到了现场制片导演跟我小以大意以后，我还做了一点小抄，我才能够一次 OK。 这个整个过程呢，我想我怎么背这个呢，我就想到我妈，因为我每天晚上跟我妈做一段轮我陪伴你嘛，我就让我妈妈演我女儿，我就演那个爸爸，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对话，还加了一段歌曲，然后再重复再来这个对话。我想今天这一段蛮有趣的，让你看看我怎么把这个台词背起来的。轮我陪伴你。哎，那刚好过来陪我下盘棋呀。很难。不难，很简单。很简单。马走日。马走日。象走田。象走田。车走直路。车走直路。炮翻山。炮翻山。士走斜线。士走斜线。护江边。护江边。小卒一去。小卒一去。不回返。不回返。听起来好复杂哦。听起来好复杂。不复杂，我只是要提醒你，每个棋子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有完善的规划，才能有全面的保障。有保障。保障啊，都放在房间的抽屉里了。所以我们要唱花的心，好的心，藏在蕊中，藏在蕊中，恐怕花期，恐怕花期都错过，都错过。你的心，你的心，忘了季节，忘了季节，从不轻易，从不轻易，让人懂，让人懂。为何不，为何不牵我的手，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海。继续抬起来了，哎，那刚好过来陪我下盘棋呀、啊，会不会很？会不会很难？很简单。很简单。马走日。马走日。象走田。象走田。车走直线。车走直线。车走直路。车走直路。炮翻山。炮翻山。士走斜线。士走斜线。护江边。护江边。小卒一去。小猪一去不回返，不回返，听起来好复杂、哦、好复杂，不复杂，不复杂。我只是提醒你，每个棋子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有完善的规划，才能有全面的保障啊。保障，嗯，保障啊，我都放在房间的什么地方？抽屉啊，你都背起来了，你好棒啊！真的要是给我们家93岁的老太太掌声鼓励，她不知道她帮了她的儿子大忙。因为不管是去演一天的戏，或者是去唱一首歌曲，我都觉得我的职责就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不要影响到工作人员。所以今天我又想到一点是，今年出道40年的刘德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会哭，我很笨，我只是一个努力工作了40年的笨小孩。”我也想讲，我不是一个明星，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只是一个每天认真努力过生活的人，我想借着坚强如象送给每个朋友。11/11是有道理的，双11其实告诉你的是要脚踏实地的来走路，才能走出一片天。我马上会让大家看到一段，我们这一次因为赵远星邀我去做演员，一日拍片，我重披细衫之后，场景再跳到前两天，我们到关西为我的朋友的公司，为一些壮世代，就是银发族的长辈们，我去为他们高歌一曲，那叫做凯歌金曲《美好时光》。见。第一次来，所以不知道这里干嘛。建设工程公司，搞搞里面的。下午就非常简单，一场他的，一场全家的，就没了。所以他3:30到4:00收工收尾。炮翻山，炮翻山，士走斜线护江边，小卒一去不复还，善的规划才有全面的保障。一个棋子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凡事做好完整的规划。要不要放这个？还是放这个？他在前面不能抽，这个是四不能抽。那一个包括了五分之一，三个随便参与还是？你哪知道这里会有，会有这么大的化妆间？是吧？你看，好像就是刘德华来这里拍戏，就来这里拍一个什么特别的节目 MV 之类，他就坐在这里。这干嘛想到？还有浴室场景，现在已经变了。就是说，现在的摄影棚，他已经帮你搭好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做法。还有那些空的，这是空的，让你自己去重设，对不对？他现在是跟我们小时候想的就不一样了，原来是一个叫摄影棚，他真的是一个一个棚搭出来的。这里是他的道具储存间，就像我们以前在台视，还有一个很大的专门储存所有道具的地方。而这里是大家吃中饭聚集在一起，什么聊天啊、休息的地方啊，都可以拍照。有时候是拍一些 MV 啊，或者有些拍一些特殊的，就像那个蓝布幕、绿布幕要做的一个景，就在这里。这也是他其中的一个设计。
这边，这边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一点红利。然后这时候你，我觉得你应该先，因为他升迁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他下，把他先恭喜你。但是我也要提醒你。打到了上面那个角，导演，没有，在下面，没有过来看过。来的正好，给我下班洗澡。那行，不很难啊，那个其实放哪里？很简单，我要恭喜你，升官是不容易的，人生多变，就像爸爸每天下棋。就像这些棋子一样，各司其职，缺一不可。简单，看，马，总率，象，象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是走斜线，那就得这个机关开掉，然后之后我可能就爸爸对家是主治还是我干燥。哇，今天菜很棒。对呀、啊，我都不会把生蚝卤了一点牛黄汤。哇，今天都是每天爱吃的菜了、啊，太棒了。啊、你看。这来为你做的，对啊，你最喜欢的。好，亲宝外地以后，自己会做吗？嗯，真的吗？你是学了你妈的手艺、啊？把你女儿送来了，老师就带着她。